众入梦的舞台造梦者，用心诠释每一个作品，让观众看到了他的更多可能。从舞台到荧幕，他用作品积攒自己的能量，不负热爱，用实力交出一份真诚的答卷。年度表现力演员，肖战。祝贺祝贺我们的年度表现力演员肖战，有请肖战登台领取微光荣耀。祝贺，来，请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。哇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首先感谢新浪微博授予我的这一份荣誉，作为一名演员，能够参与到这么多优秀的作品，能和专业的演员还有优秀的团队一起合作，是我的荣幸。感谢每一位台前幕后辛苦付出的工作人员，也感谢每一个喜欢我塑造的角色的观众，你们的喜欢对于我来说是一份肯定，也是一份鼓励。那作为一名青年演员，在接下来的道路上，我会继续努力提升我自己，争取在未来的时间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刚才已经提到在未来时间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，我们知道呢，从影视剧到话剧，肖战在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惊喜，那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下个阶段有什么计划？先把手头上正在进行的作品先拍摄完成，然后接下来的计划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另外呢，我们在微博上看到战战最近都在运动，有什么运动心得可以分享？我认为运动其实是一种疏解压力的方式。我认为的话，我最近比较喜欢打网球，练得比较多。我也推荐大家可以通过运动这种方式去排解自己的压力。好，谢谢，再一次祝贺肖战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感觉我们的导演很爱运动。